今天咱们来看一个自带出租属性的小独栋的楼盘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首先呢，这个楼盘的位置很好，它离钻石八、核桃市、圣迪马斯这些都很近。这个楼盘的对面呢，就是一所学校，这个属性很容易吸引家庭的租客。大家都知道，出租群体里面家庭的租客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。接着呢，咱们再说回房子，现在还有两栋房子都是2000尺左右的，四房三卫，一楼都有卧室，这个是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设计。车库呢是两车位的，重点来了，小区里面还额外的赠送一个车位。超低的持有成本，1.15%的地税，156美元的物业费，还包垃圾。目前两栋里面有一栋就是我视频里拍的，这个院子还蛮大的。这个地段几乎没有新房，属于稀有的房源。更多问题可以单独找我。